知道吧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我带他去，我陪着你带他去。我 Q 点带他，第一步 Q 点带他，有钱。强势不妥，我现在是。Q 点带他，有点第一步 Q 点带他。让他。刚下的。来来来，再打再打再打，现在开了，又打死，又打死，那种打死，打死，打死，开门打啥？出点点啦！啊，出点点啦！打死！给我打死，不打死我不得！出点点啦！打死！要不你让这个混账贼，非给我打死不可！我跟你说。莫急了，莫急了，莫急了！哎，不是，不是急，不急，我没事。他们那边哈，我今儿下来哈，去俺们那边。我今儿是毛主。拉开。拉开谁拉开？我现在跟上去的毛主。我现在是跟上。直接干他！嗯。玩嘞！我是顾佳音啊！拿个鞭子，拿个鞭。顾佳音，我不认你陈子。人家是学过湖北的，真的。你是湖北人啊？高大学呢？湖南人啊？挣钱了？不挣钱吗？挣钱的啥？怎么气的过啊？怎么真的过？我有些人亏钱不干。嗯，这玩意儿别说别说。你是共产党人啊？是吧？找个找个，找个找什么？我当时。你是幸福的共产党人啊？找一个。谁了谁了？